子健来帮妈咪拿那个菜出去。你的摩托 insurance 基金来讲要到期了啊，知道去哪里还吗？子健，你们成绩是几时出？外面有挂一个布条奖在请客摩托，你要不要 try 一下？不要啦，这种做假期工的 part time 啊，一定很少钱的。你妈说你要找 part time 是吗？你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吗？应该是总要转做 video 的 course 吧。Video？ 我的 video？弄这个弄那个，我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你再弄我啊，我赶你出去啊！我不要看到你了。